Moom 音乐导赏团由我们929带团，这次我们想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喜欢的歌曲。阳光洒在冰冷的土地，唤醒失去呼吸的记忆。今天要介绍这首929的歌叫《青春地图》，这是我们四个人最近刚完成的单曲。这编曲还蛮酷的，就是一个比较 acoustic 的编制。Robert算是难得打手鼓这样，然后嘟嘟也为了这个单曲特别买了一把空心的 bass， 就想要让那个色彩更 acoustic 一点。黄介，对，因为他最厉害，最厉害就是口琴，对。啊，这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啊，我自己最近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，就常常自己也都反复的在听，不像是929的作品。有点像是我在听的时候很像是一个新的歌，然后我反复的在听，在重新喜欢它的那种感觉。那希望你们大家也都会很喜欢。也许像星星，也许是我拥挤，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。这一首歌也许像星星其实算929很久的一个作品，但那天黄介有说就是竟然是我们的最新专辑，我们隔了5年，那接下来会发行新的作品。可是也许像星星的确是我们很重要的一首歌，然后也为929带来了一些很不一样的变化，对吗？做过好几次编曲的改变了，有 acoustic 的版本，有木吉他版本，有钢琴的版本，对，有 full band 的版本。那这一次介绍的这个版本是专辑里面的版本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再回味一下，然后也记得929，那有机会来看我们表演。想知道更多我们的推荐吗？请快点上 move.hk/musicguide 跟团。